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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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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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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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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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never, ev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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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 gonna happen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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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never, ev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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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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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 don't think so.清淡一点，用这个颜色，米杏色，眼皮呢大面积的铺个色，然后用一个这种棕色加一点点粉色，加深一下双眼皮的内侧，让它有一个层次。下眼睑后半段给它加深，用一个扁平的刷子蘸去这个有一点点带巧克力棕色，把整个下睫毛的这个阴影都给它加深一下，把卧蚕给勾勒一下。这个妆的卧蚕呢，就是比较饱满的一个卧蚕，用这个有一点点偏粉的珠光色，把眼头还有卧蚕中间稍微提亮一下。这个妆呢，我还是用一个这种粉色的眼影，然后在眼角、眼头的这个位置稍微的加一点点粉色。接下来就是把睫毛夹翘，睫毛的话，我贴的是这个快被我用完了，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款式。拿眼线液笔，顺着睫毛根部后半段开始往后拉一条比较自然的一个眼线，空的地方填一下，然后上面根部给填一下。接下来就是比较重要的腮红部分，然后有姐妹说我这个腮红看起来好像是气血很足的样子，然后用的是这一块。这个腮红它有一点点粉紫色，但其实涂出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带血色感，还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腮红，涂在面中慢慢的往外晕开。鼻梁中间我喜欢稍微的来一道，这样整个比较有氛围感，下巴呢也扫上一点。剩下的余粉呢稍微的轻轻的在额头的两侧蹭一蹭就好，不用太多颜色。用唇线笔把嘴唇的形状给勾勒一下，看起来饱满一点。口红呢用到这支比较好看的一个裸色的唇印，现在整个看起来就是气色感很好的样子。然后就是你们问的水光肌的一个诀窍，就涂了这个水光棒。水光棒呢不要直接涂抹上脸，这样它会把你的底妆给蹭花掉，就拿手指这样蘸在手上，然后点在你想要的地方。我一般是鼻尖、山根、脸颊两侧的高光点，然后嘴唇上方买一点点。如果不喜欢太亮的话，就这几个地方就 OK 了。想要达到图片上的效果的话，我还涂抹了眉骨的上面，哦，眉峰下面，眼皮的上面，就双眼皮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地方就是山根对应上来，不要整个额头都涂满了，这样就是太油亮了。眼头这个地方也是蛮重要的，涂了水光棒以后，它那个清透的感觉就更加的强烈了，特别是这种高光点，在灯光下面，真的巨好看，显得你的皮肤质感巨好。其实远处看水光肌是不会那么夸张的，日常情况下只有在灯光下它就会超级明显。 OK， 那学会了吗姐妹们？